刚来设赛就我自己夏季的目标就是要进决赛吧，然后现在就差一个 BO5。 JDG 같은경우에 APL 의유일한팀이기때문에저희가훨씬더기대를하고있고 LCK 와 LPL 이숙명의라이벌인건맞습니다승부는지금부터입니다세계최고의탑라이너가되기위해필요한것은무엇일까요지키지않고뚫는버티지않고만들어내는그런압도하는탑의퍼포먼스제가존경하는수많은전설들이 T1 을거쳐갔습니다이제제차례입니다大家认为，如果你要想拿到冠军，那你不能去挑选你自己的对手，你要有信心战胜每一个对手。Faker 的话，第一次看比赛就是看他 S3 的决赛吧，然后现在9年过去了，没想到会跟他对位吧。想对 T1 说，你会在世界赛第一次被 LPL 队伍淘汰的。4년간포기하지않고노력한저자신에게증명하고싶습니다다시한번최정상에설수있다는것觉得就是这一场谁赢的话，他就会是世界冠军。Champion!